Y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. 今天是我们的 Crash Fever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到现在我已经目前呢我已经这个37等了，好不好？各位很认真的在玩这个游戏。那之前有开放大家加好友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因为好友是有上限的，然后我的等级也还在慢慢的提升，所以。因为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，为什么没有加我好友？好友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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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好友真的满了，不是我不加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先抢先赢啦，各位，那个我也没办法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抽这个Fever 季，这个好像是在每个月的月底啊，还是随机出的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么会有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。我们5月31号礼拜二开始期间限定的稀有转蛋活动 Fever 祭典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系列的这个祭典系列的转蛋里面呢，就会有很多很强的角色。那还有很多人在不管是粉丝团还是影片底下都有问我，这只角色强不强？然后我手抽这样可以吗？其实各位我还不太了解手抽的部分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祭典底下它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它有把这个每一个属性最强的角色给列出来。那么呢，你要刷手抽的话，你可以参考这个底下的角色，然后来决定你要不要开局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，去了解自己的手抽到底行不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会来抽这个 Fever 祭典啊，今天预计来个30抽。那这边当然是希望啊，是可以抽到这个限定角色。这只角色非常的强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将红色色珠转换为爆炸的 C 珠，然后一回合内有机会出现爆弹 C 珠，这个有玩的人应该就知道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主动技，好不好？那么。这边也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在之后呢，应该可能在3-4天之后，我会开始录制，就是我玩了这个游戏的一些心得分享，跟里面可能有一些小技巧，不管是我爬文或者是自己发现的，然后会拍一支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因为其实这个游戏呢，看似很简单，但是呢，玩到后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游戏，好不好？非常需要高度的技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啦，而且这一次十连抽也会有必定五星一支，然后拜托这个 Fever 季限定的欧伊拉，好不好？来哦，各位，欧伊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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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！ 啊，那个彩蛋呢？彩色的蛋就一定是五星，然后一抽就是欧伊拉，是不是？这也是很强的吗？我看一下名字，就是大家可以抽到角色之后，你可以去到等结束之后去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阿福蒂罗代蒂，我看一下啊，三回合内所有哇，这个很好，感觉还不错哦。它是因为很多那种主动性，它是针对同属性的，但是它是所有角色体防御力特大幅提升，然后对体单体造成中幅伤害，然后针对黄属性效果大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坦型的角色啊，我没关系。欧伊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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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谁？谁？好，那个我们待会再出去，以及啊，这个应该我记得他没有出现在，没有出现在他的公告底下的那个介绍里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抽到火枪男呢，是吗？对啊，他是火枪男呢。哇，之前没抽到，这次抽到了火枪男啊，大炮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，我现在。发现黄色属性的角色我很少，玉藻，蓝色珠珠转变为我，可是这只有四星啊，它最高是四星，没办法五星。来，这个是谁？这个好像是很强的那，是吗？这个好像是很强的，这个也是很强的，这个也是很强的，
三回合内所有角色攻击到对潜艇造成什么？我记得这只也是很强的，我们等一下再出去看一下。我会十抽就全部解决了，但我还是想要欧伊拉啦。好，我想要欧伊拉。巴德尔，恢复型啊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我直接抽到两只很好的红色属性的角色，哎，有点爽哎，这个石头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仙杜瑞拉，对单体的障碍珠变化哦。仙杜瑞拉，我记得有出现在他的那个 Fever 祭典底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好，再来各位，直接再来，还有20抽的机会。伊欧拉，伊拉欧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不管，快，来吧，啵，有没有两个彩色的？我没有。哇，怎么，我直接抽到第二只哎，是怎样？好啦，这个是不错啦，我就省得升级了，好不好？直接抽到那一只哎，进化的我们，这只是谁？我们看一下，这只好像在关卡里面有出现过，阿基里斯啊。三回合内黄属性的攻击力与，攻击力与并减少主动技冷却时间。好，好像还可以。有没有啦？限定角色。是谁？吉笑，阿斯特莱，好像是不错的欸。我好像也都每一次看起来好像都很强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什么属性？红色属性吗？衣服与维密哦，我可以陷入睡眠，这个不错。控场的角色，因为在后期我觉得控场角色是蛮重要的。好像不是欸。乌伊谢娜美，我怎么觉得我抽的都不错啊，我还抽到伊谢娜美。哇，这个怎么也第二只啦，那只亚雷斯也抽到第二只。绿色属性，他、啊，我还以为是那个最后了，各位，最后了，各位，最后十连抽，我相信我们要的那个限定角色一定会来的 ，Fever 限定角色来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彩色的有几颗。他怎么这次的动画方式不太一样啊？我两颗耶，各位两颗，是吗？他是吗？哦，不是，可是拇指光良好像也是，他好，这个好像很强哎，恢复型的，来了吧，有了吧，各位，这也是很强的、啊。好像这样，不知道。不过他没有出现在那个公告底下的名称里面。啊，这个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他哎。阿福的这个我是不是有抽过啊？啊，怎么都重复啦？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呢抽的这30抽 Fever 祭典呢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抽到几只，虽然不是特顶级的角色，但是它也是应该也是有 S 级左右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大家就赶快把握这一段时间，在 Fever 祭里面多抽一点好用的角色吧。我们下次见喽。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